去 Dessau， 然后现在这里好吵，晚一点要去 Bauhaus， 那就在 Bauhaus 见喽。这边长了一个痘痘，所以说我有贴这样一个创口贴，希望不要太吓到你们。好，那就我现在就要去一个朋友家，然后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再去 Bauhaus 的博物馆看一看，应该这就是今天的行程了。好，先说到这里，拜。这里有四只小猫咪，对，这个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妈妈好像对我看她的猫咪有一些，哎，她在舔我，哎，她会咬人，高飞，她不咬，她不是舔你，她是蹭你，哦，她喜欢蹭蹭，这个母的喜欢蹭蹭，公的就喜欢，哎，我可以摸它吗？这个母的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它们都不咬。它非常喜欢你摸。它特别喜欢摸它。求之不得你摸。它特别喜欢跟人有肢体接触，然后蹦蹦是喜欢跟你待在一个屋子里，但是跟你保持0.5米的距离，就是半米的距离。嗯天哪！哎，这个毛真的触感超好。他们都在睡觉，天哪！哎，我觉得
每个人都学生价是吗？好。你这边有广角吗？你拍成广角。好像不能。这个花打出来还是有感觉的，这个绿可能拉的比较高，这个光。哦。我们现在要听高飞来讲解这里面有没有包 house 的精髓。现在就来到了德绍这个很出名的 Bauhaus 大师代表作，但现在呢，这边有点背光，不过能看到前面是一个长廊式的建筑，这边是学生公寓，古时候的学生公寓。